我不要糖，偷我糖吃啊！ <音>你去更衣，还捡了个孩子。这是我娘亲。星儿，说什么呢？想必你就是文大人的女儿。你爹是清官忠臣，你怎么满口胡话呢？别动我女儿。 十个八个，尚叔父也养得起。那你怎么不问我接不介意呢？那倒不用了，就让他留在他爹身边吧。我要是想他了，就过来看他。嗯，文大人，你说可好？好。不早了，回去吧。 平时也没见你这么有孩子缘，小姑娘怎么会那么喜欢你？说不定我真是那孩子的娘亲呢。毕竟我初见你时，忘却了很多事情。你名叫东月，曾经在太史局，现在在礼部。你在我身边，步步高升，应有尽有，何必在乎那些莫须有的过往呢？我总觉得我在遇见你之前。 有个不一样的人生。今天那孩子的一句娘亲，好像让我想起了些事情。昨日之日不可追，明日之日须臾期。你又何必这么执着呢？既然忘了忘了，轻松干净做人，岂不美哉？大人有想忘却的事情吗？有。你看。 我拼命想记得，你却拼命想忘却。我有没有劝过你不要忘记？算了算了，不说了。我给你准备了好东西，且随我来。不如我搬回文府住几日，说不定可以想起更多。你敢？你试试看！我立刻踏平文府，将文业逐回老家，让他一辈子都进不了京。你疯了？你真以为你能只守遮天啊？
你想拿文业起我，骗我吃醋，我偏让你骗不到。你跟他生过女儿，你若想骗我，你要说的像一点。幼稚。对了，你刚刚说带我看什么去？没事了，回府。 姑娘，请用茶。哎，西月记，嗯，好，好，这个故事倒是不错，朝露小姐与西公子的爱情故事，嗯，哎，这。 作者是姚月先生。老板，这是辛苦费，麻烦认真排演。上演之后另有重谢。好，您放心。姑娘，请用茶。你们都买了什么？回老爷，白菜6斤，牛肉5斤，排骨6斤半，冬瓜3斤，桂鱼3条。 牛肉为何买5斤？吃不完会丢掉的，退2斤。还有桂鱼，这个时节太贵了，换成鲫鱼就好。是。这个买了多少？回老爷，米食5斤，面10斤。有没有核算清楚？会不会缺斤少两？啊，不会的，老爷，我们一直在这家买。这家老板可实诚了。 还多送了我们几斤，把他多送的那几斤退了，不能白要人家东西。老爷，买多送少是市集常有之事，我们不必太在意。每个贪官都是从占小便宜开始的。退了。 我看文大人还拜访了几位同乡大人府邸，但基本上都吃了闭门羹。哼，换做我也不让他进，这副穷酸模样，一看就是来借钱的。你还查到了什么呀？小叔，你猜这文大人会不会特别疼爱他的夫人，给女儿啊？有话快说。他那个蓝夫人前2年跳河死了，大家都说这文业始乱终弃，不过这事儿也没啥证据，就是邻里之间瞎传的。 那这事儿倒是有意思啊，既然他们夫妻二人关系不好，那又何必把这个女人生的女儿一直带在身边呢？听说文业进京的时候，这小孩偷偷藏在车里，跟了过来。这文业最近太忙，没顾得上把她送回去。小叔，你昨晚跟东岳姑娘在聊什么呢？嗨，我本来另有打算呢，谁知道她几次三番跟我打岔，气得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。 你准备了那么久，搞半天还没给他看啊！小叔，万一……我是说万一啊，万一我查出来这东岳就是这孩子的娘，那你该怎么办啊？东岳就是东岳，我不管他以前如何，他现在就是我的人。小叔，要不要我把这件事告诉卢川？ 让他在京都裁判上好好写写文业，让他给你出口气。文业此人，我不放在眼里。倒是这个小女孩，虽然有个当官的父亲，却惨过无父无母，倒不如我小时候好歹有个姐姐。既然东岳觉得跟他投缘，那就随他去吧。 这小姐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一早突然头晕就病倒了，这找来的大夫也瞧不出个病症来。
他嘴里嘟囔着要见你，老爷不在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只好把你请来。哪里不舒服吗？感觉天旋地转，浑身没力气。一整天都没有吃饭，怎么可能有力气啊？我们给小姐做了吃的，可是她一口都没吃。 娘做的我就吃。冬月姑娘，厨房在。她怎么对这儿这么熟啊？ 我做了七豆元宵，你应该喜欢吃吧？我手脚没力气。来，我扶你起来，我喂你吃。好。啊。 娘，多加点糖，我想吃甜的。好，好，好。<笑>来，小心烫，娘喂你。哎，老爷，我煮的元宵，你要不要吃？不用了。 果然和我娘做的一样，果然是在装病。没有，我头还是好难受。别装了，你这点小伎俩，我小时候就玩过。没意思，这么快就被识破了。说吧，你为什么装病骗我过来？我就是想我娘了。 姐姐虽然长得像我娘，但我知道你不是。我就是想她了，想她抱着我，想她抱着我睡觉，给我做我最爱吃的吃豆元宵。对了，姐姐，你怎么知道我最爱吃豆元宵呀？ 因为姐姐也爱吃啊。 那姐姐，你也喜欢小兔子吗？对啊，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折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经常见到你了？当然可以了。如果你以后想见我了，你就折好小兔子，派人来送给我。我看到小兔子便知道了。那你不许不来。
我们拉钩。来。冬月姐，啊，我找你好久了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啊啊！快来，来这里。快开始了，我们进去吧。你看，这出戏是冯大人专门找人写的。据说有些唱词还是他亲自润色，排演了好久呢。他不让我们告诉你，就是想给你个惊喜。能赴任天赐的缘分，你这公子才艺一三六。看到你喜欢西月记，我真的好生感动啊。这个该死的子渊，我亲自写词的事儿再三叮嘱他不要告诉别人。冯大人杀伐果断，智谋无双，朝廷上的事都忙不过来，还有心思写这些小儿女看的玩意儿。西月记不是我的心思，是你的心思。你还记得曾向李雨柔说过的话吗？王母一物讨你欢心，定情戏本西月记。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好好看吧。日后我们一起完善曲协，争取把这出戏唱到大印国人尽皆知。到时候举国上下的人都知道尚书大人写的是市井小调。这个我早就想过了，所以我用的是邀月先生的笔名，不会有人知道是我写的。若是我没有看到呢？若是子渊没有告诉我呢？岂不是错过了你的心意？西月姬在这里连演十天，今天看不到还有明天，明天看不到还有后天。若是错过了九日，莫非你还把我绑过来？不，我求也要把你求过来看上一眼，要不然岂不是浪费了我的一番心思。还有这种心思你以后不妨多动，这世上有一种叫做心想事成，你若想我便帮你实现。还有文府那个丫头，你若是喜欢，改天邀来府上做客。大人对这孩子真好，知道他喜欢小兔子，就送了他一屋子的玩偶。小时候哄女孩子当然有一手，从八岁到八十岁的就没有他哄不好的女孩子。哎呀，要是有人送我这一屋子玩偶啊，我肯定开心的睡不着觉。正好办，我送你。你是不是傻呀？要像大人这样送才会让人感动，若是等对方开口，那跟讨来的有什么区别？那怎么办？那我该送你什么才好？你别把我当小孩行不行？明明是你一直把我当小孩。我不把你当小孩，我把你当师傅行了吧？你老缠着我来你府上，说要给我一个惊喜，你可不要骗我啊！我堂堂大人
怎么会骗一个小孩子？你说，为什么总是给冬月姐姐折小兔子呢？因为我喜欢小兔子，我爹又不让我养，所以我只好自己折。那你猜哥哥喜欢什么呢？嗯，我觉得你最喜欢骗人。我骗没骗你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走。大人，福先生有急事找您。怎么现在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等着我啊，不要乱跑。我在这里等哥哥回来。我马上回来。远叔辛苦了。少主，照您的吩咐，我们派出的人已经顺利混入定远军中，随时可以为我们收集军中情报。哦，还有，慕容姑娘说，加曼歌舞团蒙冯贵妃推荐，不日就进京献艺，陛下已经允了。但是，陛下召见，他不会不想来吧？少主，自己看吧。此次进京路途遥远，人吃马嚼，花费众多。为了更好地完成大人交代的任务，还望大人高抬贵手，将报酬多加一成。久闻大印国第一女官东月姑娘姿容出众，此次进京希望有缘一见。无论如何，这次一定要想办法把军械运出京都。我在这里等冬月姑娘吧，就不进去了。是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放我出去，我好害怕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人吗？谁在里面？有人吗？救命啊！我好害怕。有人吗？是谁？文心，文心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呢？啊？怎么了？别哭了。前面再拐两个弯就到了。嗯。你刚才哭得那么厉害，别回头让你爹看到了，还以为我在欺负你。那屋子。那屋子我看了，里面除了有些玩偶，就是蜡烛跟火车。你怎么不点上呢？不要把我一个人关在里面。爹，我娘呢？娘在哪？我要去找她。不许去！娘亲不在了。不可能！你骗我！我要去找我娘！你骗我！娘，娘你在哪？我要去找我娘！你骗我！放开我！我娘不会死的！你放开我！我要去找我娘！放开我！
找我娘，你放我出去。好了，不要哭了。老板，哎，我要这个。好，不用找了。谢谢公子。你刚才说你母亲单名一个兰字。嗯。喏。你看这个兰花开得多美啊！你抱着这么好看的花，是不是应该对我笑一笑？你要做一个快乐的孩子，这样你的娘在天上才会安心。你看这花香，那么远都能闻到，那你娘在天上是不是也能闻到？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照顾这盆花，也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吗？好，我先带你去洗把脸，然后送你回去，省得你爹担心。嗯，走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他们叫我殿下，我娘叫我星耀。我娘叫我文心。小文心。东月姐，你别生气啊！小叔他也根本就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。他娘死的时候，他爹无暇顾及，他被关在花园的杂房里，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，直到阔雅的嫂子下人才把他放出来。对不起，我……你以为你给他的是惊喜，但却把他带回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噩梦中，你真的太自以为是了。找到了，刚才三皇子把他送回文府了。你以为你给的惊喜每个人都喜欢吗？你给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惊喜，是你的自以为是。你只是让世人都看到，没有人可以拒绝你冯熙的好意。冬月姐，小叔，这不像你啊！要是换做平时，你肯定有一百句话反驳。我想起了我娘去世的时候。他还那么小，到了这一次，我是真的错了。谢谢，东月姐姐，你看，小兔子，好可爱。看我这个大灰狼，要吃你的小兔子，对吧？不要，不要吃我！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好，对不起。我是真的想给你买个礼物。却不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，怪我自作主张。这次的面人就当是赔罪好不好？我娘从小就告诉我，做人不要太计较，可就一个面人，未免也太小气了。今天我包下了面人张的摊子，你想要什么，随便让他给你做。真的吗？什么都可以？当然。想做多少做多少。嗯，那劳烦再给我做个小人吧，谢谢。对了，谢谢叔叔。我也没比你大几岁，你该叫我哥哥。好了好了，你说不过他的，叔叔也挺好的呀。
平白无故大了一倍。小兔子，这个小兔子啊，是你。再给我做两个面人。是姐姐。姐姐。哎，好嘞。干什么？这个是东月姐姐，这是殿下哥哥。你凭什么只叫他哥哥？我也没比他大多少。道洛也没比我大几岁，他可管你叫小叔呢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小文心，紫渊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明天不是要过生日吗？你冬月姐姐让我来看看你啊，看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或想买的。不用了，殿下哥哥答应过我的，他要陪我一起过生日。你呀，心里就只有你的殿下哥哥是不是？我要扎这个小花的头绳。还有，我要穿那个。好，我知道，那是殿下哥哥送的。你的殿下哥哥托我给你带句话，明天他很想来陪你过生日，不过他父皇找他有事，所以他得先去办事。啊？那他什么时候才能办完啊？等他回来。怕是赶不上花灯节了。不过，他托我给你带了一份礼物。殿下还说了，等他回来会再给你补过生日的。嗯。那这个衣裳我不换了，我要等哥哥给我补过生日的时候再穿。听说明天是你的生日，明晚京都有个特别盛大的花灯节，不知道你想去吗？冬月姐姐会带我去的。哎呀，冬月姐姐临时被我派出去办事了，没有空。如果她不去的话，你爹应该不会让你一个小孩子出门吧？那怎么办？你看啊，我也是大人，我带你去啊。只要你答应，我立马去求你爹，说不定还可以帮你把冬月姐姐约出来。那也只能这样了，谁让我是小孩呢？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孩子。冬月姐姐怎么还没来？你不会根本没喊她吧？今天是咱们小文心的生日，她不可能不来，咱们再等等吧。哎，这字条是你让卢昌帮你写的吧？他最擅长模仿别人的笔迹了。还写什么世界上最英俊好看的哥哥？我还在想呢，三皇子明明办事去了，怎么忽然就回来了？我又没落款三皇子。要不是看在小文心今天过生日的份上，我才懒得理你这个骗子。走。哎，大人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，你去凑什么热闹？可是我要保护小叔啊。好了，你看大家晚上多开心啊，能有什么事？
你是不知道，想刺杀小树的人多了去了，左相的人，陆远同的人，安侯的余部，去年的竹明义，前几天在京郊。你看，他们都走远了，你别整天提心吊胆的。大家今天晚上开心点不好吗？对了，你教我武功那么久了，走啊，请你喝酒去。嗯。我要这个。来。这个我也要。来。哎，糖莲子，好吃的糖莲子，想要尝尝看看啊。这有卖糖莲子的。文先生，小姑娘，来一点吧。今天你吃太多零食了。买。喜欢吃呢，我就给你多来点，拿好啊。哎，谢谢您。嗯。给你。我可不吃，这是小孩子吃的，我是大人。做大人真可怜，连这点小甜头都尝不到。哎呀，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了。从前在安侯府的时候，没有人给我好脸色看，只有大小姐把我带在身边。那大小姐一定很善良吧？哼，嗯，她才不善良，因为我在她旁边显得她更好看。来，喝酒喝酒。嗯。我这一辈子，只有冬月姐对我是。哎，走了这么久，有些累了，歇一会儿。你那有什么好吃的吗？给我一点呗。啊，嗯，还有吗？
人生是苦，我劝只有你这么一点甜。